魔方世界巡回演唱会在香港红馆举行，精心设计的造型犹如女王般从钻石高台隆重出场。果然不同凡响，劲歌任务更带动全场气氛，粉丝情绪来到了最高点。亲爱的，昨天呢？昨天现场啊，整个屋顶快掀开了，我不知道你们今天会怎么样。和看阿妹合唱一眼瞬间，但已经多年没有同台的萧敬腾，两人也难得再次聚首。路过是真的路过、okay. 特别路过就是特别路过然后真心的也没有要打歌，也没有要干嘛，就是陪你唱这首歌。在台上难分难舍，没有准备也要多唱半首才能下台。我唱一首歌好了，来。听尽管红馆超时要多付近百万台币，但他还是要唱到自己跟粉丝们尽兴，难怪死忠歌迷要跟他走遍世界各地。我爱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